遇过印象最深刻的事情？自己真的晕倒。为什么？太热了。直接往前这样倒下去，然后、所以那时候你鼻子就塌掉？没有。所以你在这一行觉得很开心？习惯了吧？知道我下一步要干嘛？我是说你，因为你知道下一步要干嘛，所以做得很开心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你那时候昏倒的时候有没有撞到头？今天这么多人入境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，因为呢，这几个人在我逼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只能找他们来，因为我没有认识更年轻的。那呢，他们都是而立之年了吧？都三十了吧？还没。那我可怜啦，逼近快而已。好，我们请到我们北区非常优秀专业的香姨，要叫妹妹吗？好像很奇怪，叫小姐呢，我又不叫小姐的，就是妹妹。好，就是妹妹。来，先报上来，年资多久？来，小姐开始。14年吧。14年哦，几岁开始出来？你要透露年纪。好，那我们保密。好，来，小姨几年？12年。12年，所以是学妹。哎，你几年？我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下一个。什么意思啊？好呀，你几年？8年。8年，所以你最嫩的就是了。我最菜，最年轻。好，来，我们下一个主题。我想听我说，你为什么当时会进这一行？是被谁骗进来的？被他妹妹。他妹妹怎么拐你进来？他妹妹就有一次有一场要很多人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可不可以来帮忙？”我说啊，我要做什么？可是我什么都不会。他说没关系，你就来就好了。他说而且钱很多，然后就我就去了。那那时候是你同意的，钱根本就不多、啊，是吧？他、啊、都没有挑外表的时候，他又不是长得不能看。他以前不是长这样，他以前不是长这样。那你入行的时候，你有觉得很可怕吗？因为会看到死人。我不是觉得死人可怕，我是觉得人很可怕。为什么？很多人呢、欸，很恐怖哎、欸。你那时候是大厅的，对，都是穿黑西装的那一种吗？对，那一场是那种兄弟场。然後那有人跟你要电话吗？没有。啊好，我都站在里面。啊？我都站在裡面。他没有被看到，所以没有被要求。哦，是因为没有被看到。对。好好好好，如果观众朋友需要他 LINE 的话，记得私信给我们小编哦。好。那小颖那时候进入行的是怎么样的因缘？也是因为他。你们家拐了很多人进来。我没拐啊，没有。其实一开始是我是先做礼仪公司。哈。对，然后所以他一开始是礼仪师，对，没有，就是助理，助理。那你为什么后来就来当香姨？因为香姨这个工作时间，他应该说蛮弹性的，没有这么长时间要被定在一个定在公司，对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跟着朋友一起做好像也不错。那比那些动作一开始你有没有觉得很蠢吗？我觉得一开始觉得很难。有吗？我只是觉得很好笑，但不能笑啊。所以你也觉得好笑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开始为什么你们要搞出这么好笑的动作出来？手会酸呢、欸，会。那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呢？那不然站前面，就是哎、欸、起来，你说这样吗？对啊，就跟教授哎拜哦，对啊，你们就比一下就好。太随便，不能这么随便，不行。那些手势是谁搞出来的？小杰，就是你，就是罪魁祸首、嗯。对，是我啊。那当时候你为什么要搞这样一团出来？我先问你，那时候为什么要进这一行？你被谁管？我没有被谁管。我那个时候本来是做饮料店的，对。然后车祸之后，才朋友介绍进来的。哦，没有伤到脸就是了。当然是没有。他现在没有伤到脸，我也是靠脸吃饭。哦，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。然后朋友介绍我进来的啊，你没有觉得很可怕吗？你一个好好的女孩子进到这个圈子里面来，一开始会怕。怕什么？看到大体，碰到鬼。那后来你怎么突破？就慢慢就适应啊，习惯了。因为我们就是服务他们，所以就不用特别想这么多。你们像你这个圈圈竞争很激烈吗？很激烈。是指哪个部分呢？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部分吗？我觉得好像有一部分是你刚刚说的那样。长江后浪推前浪。对对对。反正年纪都会大。对啊。所以我就叫你们来当师姐就好了、啊。不要，我会睡着。我没有办法。你可以当师姐吗？为什么？跟我念经很愉快，很嗨的啊。那你们可以来做功德就好了。要不要？不要太久了。这一集就相宜转做师姐。有想过，但是我没有那么大的兴趣。你对赚钱有没有兴趣？有啊。对啊。不是因为他们主要三个都是靠脸吃饭，然后重金都是面对的那个。我们现在很多师姐也是靠脸吃饭的嘞，很可怕。那你有吗？我
有啊，我颜值算高的、啊。OK， 好，下一题。就这样就没了。家属曾经给我一个称谓，叫做型男法师。所以你曾经有心动过，那你那时候想的没有实践，那你以后下一步怎么走？你也会老了，你也快四五十岁了。我们如果转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们生气了。如果我们转师姐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是最年轻的这一团师姐。对啊，很好啊，而且你们又爱唱歌，那跟唱歌不一样。有啦，还是有雷同的地方，发音要正确。欧文老师有说过，发音正确，经念出来才好听。我现在在，他现在在洗我们耶，我觉得他今天在洗我们当师姐，他缺人是吗？不是，我要突破冥想圈里面的那种樊篱。那你要不要去做响尾蛇？我以前做过，我也会比啊。哦，以前红。要比，以前他们公司要自己下去比耶、欸、只要这个厂不是我不是你主办，然后我要去载货备货，然后吊完连吊布连，你知道他们以前那个时候还要吊完连，对，听的布幕都是要自己吊的呢，是有真的有哈，然后吊完之后要干嘛？要上去比嘞？对啊，那你也是会比的、啊，对啊，你也会啊，你总不可能这样比吧？这样不可能会扣钱。对没？那你刚才问我的，我们要被公司换掉哎、欸，起来随便来。对，一副转行的，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个身份比较会有年纪上面的局限，真的没有很想要往师姐那个地方走。好啦，除了师姐以外嘞，还是你要去开灵车？不好意思，请上肩。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相宜的吗？为什么你一直要洗脑他们三个换行业呢？啊，对没？我们是在讨论相宜这个工作吗？好，来，这是还是蛮缺的。你们在相宜的生涯当中，遇过印象最深刻的事情？哎、欸，我们是那个年轻的，就我自己真到晕倒。为什么？怀孕吗？不是，不然呢？太热了。夏天真的很热。你是站在前面比的时候昏倒？对，在板桥殡仪馆里面、啊。真的在家祭的时候，你是直接这样像我真的直接去那样倒下来，没有那么漂亮，但是就是直接这样往前这样倒下去，啊，然后所以那时候你鼻子就塌掉，没有，没撞到鼻子，哦，那不然撞到哪里？撞到膝盖而已，撞到膝盖，脸没有撞到吗？没有，哎，你之前不是花钱去做脸？我没有花钱做脸，不然你是做哪里？没有做过脸啊，他们之前跟我讲说你有花钱，我还没花钱。你比较特别的是你从乡里圈跳出去好几次，最后你又跳回来了，是为什么？外面不好混，跳出去一次去做礼呀、啊、但是我不喜欢那个工作，也要24小时待命，时间没有那么弹性。那其他行业你有待过吗？哦，我之前是都做餐饮业，可是现在要再做回去餐饮也做不回去了。为什么？时间太长了。所以你在这一行觉得很开心？习惯了吧。知道我下一步要干嘛？干嘛？我是说你，因为你知道下一步要干嘛，所以做得很开心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对。所以你那时候昏倒的时候有没有撞到头？没有。所以你会继续做下去，做到不能做，就比如做到小杰不想继续叫你的时候。应该吧。做到没有人在用我的时候。但小杰蛮有勇气的啊，因为听说你常常不上妆就出场。啊，我有上妆跟没上妆的时候差不多。他现在有上妆吗？才。我觉得是没有，我上全妆。好，来，我们想要问一下小影，哎、欸，还有眼影哦，破坏眼影哎。我要再继续问他妆的问题吗？好了，不用了，下一位。小影，你印象最深的事情呢，或者是你觉得很愤怒的事情？我蛮常跟着家属的情绪走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做这行，那你这样比你会眼泪就滴下来了，然后那个眼影就这样子。有啊，他们两个都看过，然后都觉得我很夸张啊。眼影就整个流下来啊、喔？不是啊，就是快掉眼泪，就是已经在打转了。真的、喔嗯？什么样的场子会让你特别激动？好像有一次是那个八仙城堡，是年轻人，对年轻人，因为可能那个意外都很突然嘛，所以大家都会很舍不得。嗯，那一场的那个气氛就特别的难过。嗯，送出去的时候有不小心快掉眼泪，真的快掉下来。但是都要忍住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然假睫毛就掉下来。不是，没有，是不专业。跟假睫毛没关系，你们都有粘得很紧吗？我们这不是用粘的，用种的。对，所以你们的制妆费其实也是蛮高的，有一点。但是你们的薪资没有很高。对，其实没有。拜托各大公司以后多加点钱，我们要加钱，他们要加钱，都是你们赚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可以播对不对？可以啊。对啊，本来就应该。哎、欸，现在汽油一公升都多少钱了？有时候还要穿旗袍呢。
哎呀，我们赶场的时候还没东西吃哎、欸。对对对，这个很好。旗袍，对啊，你们穿旗袍的时候，那旗袍都不是公司出的，对不对？我发现很多东西都涨价，但是就是工资都没有涨。的人。能力跟收入跟好像我们都很廉价一样，不可以，我觉得真的很糟糕哎、欸。那我安那样，肉羹面现在一碗50块买不到呢、欸，对不对？买不到65吧。对，平均大概60块、60块、70块的价钱的、嗯，结果我们都还是拿那样子的配。对啊。嚯、哦，那有这样子的，从来没涨过，不会涨价，有时候还会消价。对啊，又要马儿好，又要马不吃草。都不用化妆吗？粉饼都不用钱吗？口红都不用钱吗？眼影也要钱，做睫毛也会掉还补呢。对没？要补对不对？还要割双眼皮，那都是钱呢。可是你有割没有割？有差。好，有差。好，这不是我们主要的话题。那我们想要请问小杰，你印象最深的场子有没有？哦，现在相宜什么都要包了。有时候简单的化妆，他不愿为了省钱，不愿意去请人家化妆，他们要化妆了。有人说，哎，你就顺便什么都买，顺便到最后就都免费了。你要想顺便。那你要不要家属给你买棺木，然后你送他一颗高级的骨罐？顺便嘛、嗯哦。以前的人力都是这样子的价钱，好不好？2000以上哎、欸。那所以你们这样在床下才3000块而已哦。没有啦，真的你觉得3000很少吗？很少啊。啊！